嘉欣，这个是来交作这样一篇文，是圣诗后壁篇文第三篇，是诗篇第八篇，篇文第三篇。要我看得住啊！你将你的阳光摆设在天里。对眼甲食米的，个嘴建立连连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。世间人是甚物？你晓得咪？你予伊比天赛里亚较输。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。就是一切的羊甲牛，天中的鸟，要我管得住啊！这个是咱要来请圣歌队来赞美。